听闻萧峰自尽，萧远山愤然还俗，他的传人活到神雕，差点打死杨过。同为天龙主角，金庸耗费了最多的笔墨在段誉的身上，但萧峰身上的雁门关之谜却贯穿了全文，这个谜团也是全书的最大亮点。早在30年前，慕容博为了挑动辽宋两国的战事，不惜假传消息，引了中原各门各派的武林高手埋伏在雁门关，伏击了萧远山一家。萧远山虽然大难不死，但却是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。为了报仇雪恨，萧远山躲在少林寺的藏经阁里苦练神功，为的就是有朝一日报仇雪恨。然而慕容博极其奸诈，他发挥精湛的演技诈死，不仅骗过了各门各派，就连自己的亲生儿子慕容复也笃信不疑。常言道，纸终究包不住火，萧远山最终和萧峰相认，二人和慕容博、慕容复鸠摩智即将在藏经阁爆发一场惊心动魄的厮杀，却被扫地僧出手化解。扫地僧的武功太过于登峰造极，他以一人之力就化解了萧远山和慕容博纠缠了30年的血海深仇。扫地僧的佛法修为也是博大精深，在他的点化之下，萧远山、慕容博放下了恩怨，纷纷归，成了扫地僧的座下弟子。随着雁门关事件的水落石出，天龙八部的故事看似也告一段落了。可金庸一向擅长留白，为后续故事的发展埋下伏笔。原来慕容博为了光复燕国，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，他岂能心甘情愿地皈依佛门，将自己的毕生夙愿抛之脑后。另一边的萧远山也一样，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硬生生被慕容博摧毁，萧远山真的能放下仇恨和慕容博成为师兄弟，在少林寺里度过余生？尤其当萧峰自尽的噩耗传到萧远山的耳中，萧远山真的无动于衷吗？可以预见的是，萧远山和慕容博都忌惮扫地僧的武功，可过了几年，随着扫地僧的魂归西天，萧远山和慕容博极有可能再次去扒还俗，大打出手。有意思的是，根据金庸留在原文里的暗示来看，萧远山还俗之后还留下一个传人，此人活到了神雕时代，还差一点打死了杨过。原来萧远山当年潜入藏经阁偷学武功的时候，他的一举一动都被扫地僧看在眼中。扫地僧当众说道，萧远山为了学会更厉害的杀人绝技，曾带走一本秘籍，这本秘籍唤作伏魔杖法，显而易见，萧远山早就将这门杖法烂熟于胸，还在还俗之后疯狂修炼。有意思的是，伏魔杖法还出现在了射雕、神雕时代，精通这门杖法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江南七怪之首柯镇恶。伏魔杖法乃少林寺绝不外传的神功，为何会到了柯镇恶的手中？极有可能的一种情况就是，萧远山还俗之后收了一徒弟，花开花落，花落花开，百年之后，萧远山的伏魔杖法传到了柯镇恶的手中，此时的中原更是战火纷飞，动荡不安。柯镇恶虽然身为萧远山的传人，但那门伏魔杖法却无法融会贯通，还因为传承问题，柯镇恶只学会了其中的十之五六。尽管如此，柯镇恶依旧跻身江南七怪之首，还是一个爱恨分明、正气凛然之人。柯镇恶极其看重侠义，培养出了一个名动江湖的徒弟，他就是侠之大者、为国为民的郭靖。不过柯镇恶的脾气暴躁，他当年在桃花岛差点失手打死了杨过。柯镇恶寿元极长，他活到了神雕时代，那时郭靖、黄蓉夫妇为了围剿李莫愁来到了嘉兴，意外邂逅了武士兄弟和杨过。眼见武士兄弟和杨过孤苦无依，郭靖将他们带到了桃花岛，让他们和郭芙跟着自己一起练武。可杨过的神情像极了死去的杨康，敏感多疑的黄蓉率先抢了杨过当徒弟，这里却瞒着郭靖不教杨过一招半式。黄蓉的排挤让武士兄弟也狗眼看人低，他们多次欺辱杨过，最终惹得杨过在暴怒之下使出了蛤蟆功，打伤了武士兄弟。听完杨过学会了老毒物欧阳锋的蛤蟆功，柯镇恶手持钢杖迅速奔赴第一现场。此时的柯镇恶几近百岁，但脾气的火爆程度丝毫不减当年。原文写道，柯镇恶手持钢杖高高举起，对杨过喝道，欧阳锋这奸贼在哪里？你不说，一仗就打死了你，要不是郭靖及时出手，杨过还真有可能死在柯镇恶的伏魔杖法之下。但杨过的那一句你有种就打死我，我怕你这老瞎子吗？一经说出口，一向尊师重道的郭靖也勃然大怒，只见郭靖狠狠地打了杨过一个耳光，杨过就此被逐出了桃花岛，前往终南山拜师学艺。不得不佩服金庸的才高八斗，他的诸多著作看似毫无关联，实际却是首尾呼应，融为一体。尤其在金庸发行了新修版系列之后，他的15部著作更是同属一个武侠体系，让读者们看得荡气回肠，啧啧称奇。